中国民间传说，七月是鬼月，七月十五是鬼节，也是鬼门关大开的日子。那些无主孤魂就会在这日子由鬼差押解上来领取阳间的布施。一般的风俗都会在这一天放水灯、烧纸衣或者放水布，请高僧念经，超度亡魂，早脱苦难。我就发财了，那全拿去吧，用不着客气。对了，师傅，去年不是印四千两吗？为什么今年印五千两？现在物价上涨，上面什么都加，下面应该加点吗？嘿，师傅，没想到你人情味没有，鬼情味倒挺足的啊，怪不得下面要聘你做银行大班印冥纸了。废话一箩筐，快去拿七七四十九张样板来，等我把这张通知单写完了，一起烧给下面吧。愣着干什么啊？是师傅。用一十五二十五，此有特许主印人，以签名为证，凭此辨伪，如有伪造，即打入十八层地狱，永不超生。以此为戒，以儆效尤，阳间寿命。师傅，说完了。这纸太皱了，我去换些新的来。啊，快去。哦。阳间寿命承印人林九。哎呀，原来师傅的真名叫林凤娇啊，真好听啊！阿娇，阿娇，阿娇，哎。嘿。阿娇，阿娇的好听是不是？哎，我警告你啊，如果有人知道这名字，我唯你是问。快点收拾收拾，烧了吧。哦。都没看见文才，跑哪儿去了？啊，他知道自己长得矮，先去站位子看戏。站什么位子？
今天晚上戏是唱给鬼听的吗？太晚了都没人来，早知道不占位子了。文才一个人在那看顶多开心呢，什么唱给鬼听的，你骗鬼啊，连个鬼影都没有，你没开眼看个鬼。师傅不看行不行啊？那么好看为什么不看？师傅，那四个鬼是干什么的？鬼差负责押解这些无主孤魂，看完了戏就把他们带下去。哦，糟了，有个女鬼想找头主。头主什么？想吊他。啊，时候来这么多人啊，你就顾着看戏当然不觉得了是不是？你第一次来啊，唱得不错啊。师傅现在怎么办？现在还来得及，把手给我。一会儿散场，他跟着那些鬼下十八层地狱就什么都救不了了。师傅，你道行那么高，你为什么不进去啊？就是因为师傅道行高，一进去就把他们都吓跑了，到时候更麻烦。进去吧。去。人不犯鬼，鬼不犯人，你一定要假装听不到看不到。你抓住文采，我就会扯红绳把你们给引出来。记住，红绳可千万不能断。断了会怎么样？你就回老家了。对不起站着啊。看不到听不到，看不到听不到。文才，师兄，他的小丽，正点吧。看不到，听不到，看不到，听不到，看不到。我怎么看不到啊？哇，小姐，你好漂亮啊！我从来没见过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。小姓刘，叫秋生。刘公子。叫我秋生就行了。好的，秋生。哇，臭小子！小姐，不是来此看戏呀？不是看戏，我是进来避难的。是谁欺负你？不，师兄最会打架。有个坏人逼我做他老婆，还叫一些人来抓我呢。哎呀！可怜小丽遭祸劫哟！哎呀呀，气得俺怒发冲冠，为红颜呐！气得将！哎呦妈呀！待俺秋生拿火抱不平，枪！小心点啊！
我们会冒杀出。是是是，他们很狡猾。我二人专治狡猾。这种事当然是以身相许了。话说施恩莫忘报恩，你说错了。俗话说送人送到底，送佛送上西。小姐你住在哪里啊？我决定送你回家，我非送不可。回去晚了师父会骂的。小姐你家在哪里啊？我住在下面很深的地方。哦，很深的地方啊。我不跟你说了，我还要到处玩玩呢，我走了。原来他是那种东西。风骚死了，漂亮死了，销魂死了，可爱死了，热情死了，你怕什么你？怕他泡你啊？糟了，刚刚忘了问他家的地址在哪里了。如果你以后想见我，你就叫黑白翠，乃至女生配，我就会出来了。哦，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，黑白配。叫我有事吗？没事，没事。那我走了啊。他走了，回去吧。师傅要骂他，他走。走啊。你跟那个女鬼唧唧歪歪的，要是被师父知道你就完了。师兄，你耳份啊？我有个屁啊，我是不会说溜嘴的，不过我怕你笨呢，会不打自招。幸亏师兄提醒，不小心说出来我就惨了。多谢师兄指点。你呀，人头猪脑。你们到底想怎么样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一下忘记了，你们是鬼差，不懂人话。怎么样？没有。师兄，师父怎么会说鬼话？闭上嘴，听人说嘛。不，听鬼说。师傅，原来你也会鬼话连篇啊？对啊，很简单嘛，是这个就行了。一流啊！师傅，这
什么呀？嗯，泥呀、啊。嗯，你们现在知道什么叫做鬼吃泥了吧？我娘！你在说什么？他说干你娘。嗯，是吧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，跟我来。来干嘛？搬救兵。师傅耍什么招啊？这就叫耍花招，看着他还有呢。哇塞，你好神勇啊！热身。各位师兄弟，现在鬼全跑出来了，不把他们抓下去，会到处闹鬼。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，但是要抓这么多鬼，绝不是我一个人可以办得到的。师兄，这件事还是等剑叔来了再决定吧。这么多人等他一个，他老几啊？对啊，老几啊？嗯，没大没小的，我的师兄就是你们师伯。大师伯。师兄，这件事是谁搞出来的？是我两个不成才的徒弟文才、秋生。什么叫做不成才呀？师傅，也就是蠢，或者是笨，或者是驴，再不就是白痴啊！你，是我两个徒弟一时大意。嗯，教徒无方。难道就凭大意就可以推卸了？你今天请我来，是不是叫我帮你扛这个担子？我们已经商量过了，准备用先天八卦阵收这些鬼。既然你们全都商量好了，还请我来干什么呢？大师兄有什么高见？先天八卦阵，就先天八卦阵，你们谁去把他们引出来呢？这么艰巨的任务，我看只有我出马了。好啊！要是能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那就最好了。做人，面对现实一点好。你卖臭豆腐啊？我最爱吃了。我也爱吃你的豆腐。这个豆腐你不能吃。豆腐又光又滑，鬼吃了也会光光滑滑。可是，绝不会有人这么笨，会半夜出来卖豆腐。这些豆腐一定有问题。来，我老实告诉你吧，这豆腐是黄豆做的。不过这里面又加了一点红豆，所以说豆中有豆，鬼吃了以后就会浑身发抖，容易抓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呢？因为我们跟鬼差说好了，一定要把他们抓下去，不然麻烦就大了。对呀。骗鬼吃豆腐。别那么大声啊，让鬼听见了他们就不来吃了。干什么？菜豆腐，吃自助餐啊！师傅！
贵手，你有闪电奔离拳，那些无主孤魂就会永不超生了。那更好，免得他们游离浪荡。你是不是想替这些无主孤魂做主啊？干爹，这是新出品，您慢用啊。师兄，你对大木头这么诚心啊？我能长这么大，全靠我干爹。这真的？哎，我小的时候啊，浑身都是病，就是拜了干爹，所以到现在都没病过。这么师兄。哇塞，师傅，是哪个凯子这么有钱呢？一次给你买这么多冥纸来烧啊？你师傅我要本钱的。师傅，你知不知道你是在烧钱呢？废话，你们两个知不知道？那天我跟四个鬼差谈好价钱了，一定要把所有的冥纸全烧下去，堵住他们的嘴。只要这样做，他们才不会追究鬼逃跑的事情。这不就是贿赂吗？你这孩子会不会说话？这叫打通关。师傅，得加班一次才行啊。等你印完了，鬼节都过了，鬼还来买啊？笨蛋啊！那我们以后要喝西北风了。对啊，你师傅就这么没本事啊？这就得喝西北风了。跟我去钱老板的饭馆里，帮他看风水去。哇塞啊！听说这凯子很有钱啊，就决定砍他。你们说什么？啊，动刀动枪的。把你师傅当黑社会的大哥，因为物价上涨，象征式的加一点。别告诉了师傅，我们会做到的。哎啊，是，快点，该你烧了，给我。难得有机会烧这么多纸钱。哦，西餐厅哎。镇定点，少给我出洋相。Excuse me。哇塞，土包子，请问这边三位啊？哦，加上你啊，一共四位。嗯，是这里的钱老板请我们来的。嗯，其实，哎，九叔，您坐会儿吧。好，请。九叔来了，钱老爷。对了，九叔啊，这是我女儿 Mary， 她不但能干。还用不着给工钱，梅瑞，找我九叔喝点东西啊，我谈完了就过来。这边请。看你们能叫出什么话来！你们三位喝点什么？我要咖啡 ，Coco， 奶茶。威力固。哎，九叔啊，这里的狼居更固。嗯，狼居。梅瑞啊，我要个西狼，三位要点什么？啊？师傅，是什么狼啊？他坐在西边，所以叫西狼。那我坐东边。我要东狼，我要北狼。
那我就男郎。啊，那就跟我一样好了啊，梅瑞啊，通通是西郎，啊。九叔啊，我本来是不相信风水的，不过这个西餐厅从开张到现在都没什么生意，不信邪都不行啊。哼，光卖什么狼不狼的，鬼才会来吃。看来这里的风水的确有点问题啊。啊，那这个，哎，师傅，收了钱再说。对了，不知道九叔替人家看一次风水要收多少钱呢？500个大洋。师弟，没想到你比我狠，我才不过要10个大洋。哦，师兄，小心点，你徒弟心术不正。我们现在得谈生意，你谈到哪儿去了？这个价钱相差太大，我看不要考虑了，这件事就拜托你了。师叔，咱们到那边聊啊。好，你们坐着吧。哎，师傅，你看他们一敲诈，500个大洋，一条街的铺子都买下来了。我早知道这样的话，我就不这么说了。哎，是师傅，那个车小子把门里的头发干什么？一看就是心术不正，还有好事吗？师傅，那现在该怎么办呢？500个大洋你都说得出口，还用得着问我吗？哼！你开什么玩笑？要搞走远点。荒山野岭的，这里够远的了吧？你猜这兔崽子搞什么鬼啊？通常你不懂的，我更不懂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开开眼看看吧。出巧为所欲为，啊，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奸淫掳掠、作奸犯科了。怎么办？黑白配，男生女生配。我来得快不快啊？嘘，我有一件事情想找你帮忙啊。你看那兔崽子。你找个地方把他的躯壳藏起来，让他回来找不到我着急。好玩的。哎，小丽，那我们出发吧。哎，行。哎，等等我。你快呀。等等。兔崽子，老子打死你！敢欺负我，把你躯壳藏起来，叫你找不到。
伸锁，进个屁呀！爬墙啊！好吧，好吧。喂，我没力气爬。傻小子，我上你身好了。为了正义，一定要阻止他作奸犯科。你的样子不怎么吓人呢、啊、不是这个样子，是这个样子。不要吓我呀，我胆子很小，他会被吓死的。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，师兄，不要吓我，是我啊，人吓人会吓死人的。那个兔崽子的躯壳被野狗叼走了。你不要吓我啊。我没有、啊、我叫你不要吓我，不要吓我。真是英明神武，武功高深，深思熟虑，简直是神机妙算，空前绝后啊！师傅，真给你蒙上了。那个臭小子，太太卑鄙无耻，下流胚子，出现旁门左道，灵魂出窍，去上那个钱小姐。结果呢？嗨，有个这么正义的师傅，徒弟怎么能够袖手旁观不管呢？对啊，我们就听师傅的教导，轻轻松松地教训了他一顿。我没有白教你们。师傅也夸奖我们。那好办了，有祸同伴、嗯。说什么啊？也不是什么大祸，是师兄让他魂飞魄散。我的祸小一点、嗯、只是搬开他的躯壳，让他魂回来的时候找不到啊，谁知道半路上被野狗叼走了。不用怕，师傅是神机妙算，早知道我们闯祸了、啊、一定可以摆平的。你们两个臭小子，快点把躯壳找回来送给师傅、师傅，那你呢？我留在这里起坛，在日出之前把魂魄招回来。万一招不回来呢？我就跟你们两个师徒翻脸，跟你们师伯同门摧残。嗨，翻脸小意思嘛。什么？没什么。还好走得快。哎，等一等，你有没有见过师伯招魂？没有。那得见识见识。
的三魂七魄快回来，回到老地方。街头街尾一孤魂，床上床下一孤魂，房前房后一孤魂，一孤魂。呀，翠！啊！快闪！石少坚的三魂七魄，快回来，快回来！来！哟！是你姥姥家。你不是我姥姥。我是你爷爷，你是我孙子。孙子，进去吧。哦。地方怎么长？你最无聊了，一个大男人连狗都怕。你少来这套，你不怕？我什么狗都不怕。那个畜生！黑白菜男是女生配。哎，这个死鬼还不出来啊？跟我来吧。你怎么知道我叫你干嘛？当然知道了，这叫做心电感应嘛。对呀、啊。笑，关你屁事！切，站得那么快吗？喂，站得半晌呀？快吗？等等我们呢？喂，等等我们。不要怕，有我在这儿。怕什么？真是女人，没事。哎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怕什么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什么都怕。放手了。让我去看看。啊！怎么办了？怎么交给大师傅？这么久搞什么鬼？搞出个笑面佛。哎，不是这样的，师傅，这件事好复杂啊。对啊。大师兄，我这个徒弟是罪有应得，现在躯壳找回来了，魂也招回来了，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？哎呀，师伯真是深明大义呀、啊。现在他弄成这样也伤得不轻，师弟，你要是有办法，最好帮我找一个棺材俊来帮他补一补。哦，找棺材俊太简单了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哎，哦，这么说就拜托拜托了。嗯，这里呢叫做棺材山，也叫僵尸林，本来这里是贼窝，
可是那些贼被人出卖了，结果他们全都被杀了，所以这些贼是死不瞑目，他们满怀怨恨而变成了僵尸。最不服气的就是那个强盗头子了，也就是僵尸王，他的尸体困在棺材里面，鼓着一口冤气上了喉咙，形成菌一样，这口冤气在他的嘴里面进进出出，这就是所谓的棺材菌了。哦，原来棺材菌是这样的，我还以为是长在棺材板上面的木菌呢。师傅，那怎么拿？很简单，打开棺材盖，从僵尸王的嘴里吸出来就行了。啊、哦，对啊，是很简单。那谁去拿呢？你说包在你身上？对啊，我也听到了。我？你算运气好的了，今天虽然是十五，可是没有月亮。如果僵尸全都出来拜月的话，你就是想接近僵尸王的棺材都难呢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这里这么多棺材呢，我怎么知道哪一副是僵尸王的棺材？对啊。哎，开开眼。你们睁大了眼睛看一看，哪一副棺材上面闪着绿光的话，那副就有棺材菌。那个有光哎。哎，文才啊，你过去拿。啊，我去。算不算兄弟啊？哎，应该两个人一起去，因为那个东西又阴又寒，一个人要是受不了的话，还可以传给另外一个。师傅，那你留在这儿干什么呀？留在这里看啊。文才啊，咱们上。哦，去啊。对不起，让人路。对不起。打扰了，大哥。各位，对不起，让人路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对不起，让人路。对不起，裴文才，就快看见家乡了，快点。对不起。大哥，见怪不怪，千万别作怪。什么去？少来这套，这种情况会出人命的。好。Thank you.
没大了吧？喂，你还不习惯才去？又啊？快去！去啊！哇，神奇呀！还不快吸？师弟，怎么了？你发什么抖啊？怎么了？师弟，你要不要紧呢？真那么冷啊？啊！哇塞，爽呆了！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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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叫秦时先秦王。哦，哇，这么快就玩完了？师傅，你真是神机妙算，英俊潇洒。对对。你怎么还含着棺材卷？快点吐出来！我不要跟你嘴对嘴，我要跟他。 是个鬼，不怕阴寒的东西。以亲还亲，以嘴还嘴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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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你们俩嘴对嘴，对到大石磨家去啊！少来！大师兄。 哎呀，你扯我干什么？这是要给师伯的吗？啊，去去去！爽呆了，师兄。大师兄，不打扰了，告辞。 告辞。说真的，你师父多大年纪了？应该40了吧？那就是大我3岁了。你不下37啊？我死的时候20。 不知不觉的死了17年了。对了，你师父逃老婆了没有？没有吧？哎，想找婆家了？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路有不是你家的。你师父有什么嗜好？可多了。这个房子是我的，任何脏东西只要一进来我就会收它。哇，他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好帅哦！不觉得？对啊。 师傅，他真的进去了。师傅，你收拾他！哎，讨厌！哼，当真？哟，嘿，不！ 师傅，你来真的，大丈夫言出必行。哎呀，好有性格！念在你救过我两个徒弟，放你一马。说收就收，叫走就走，那我多没面子啊！
哎，师兄，他什么意思？大人的事，小孩子不要管。千两，你拿着走吧。我要你们去找棺材郡，就是要利用僵尸王拿你们的命。能让我的儿子复原，只有让他喝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生人的血。小姐慢用。多谢公子。小姐，你这么缠着我，到底想干什么？嫁给你啊。我劝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学茅山的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你学什么都行。师兄，师父好像闷闷不乐的。男人四十傻木头。什么意思？不开窍，你个驴蛋。你骂师父，我告师父。切，我骂你啊。我打你啊。不好了，出人命了！不好了，死了好多人呢，发生命案了，不得了了，死了好多人呢！各位退后，退后！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保证，保证，保证，不要紧，保证。你看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教授，您看。哎呀，真恶心！全是阴年阴月阴时出生的，血都被吸干了。啊，师傅，你看，棺材郡见笑了，有什么好看？啊，不对呀，师傅，他已经被野狗咬烂了。现在才说，早干什么来着？我告诉你是大祸吗？你说有祸同当的吗？看点在哪？师傅，怎么办？是啊，戳他阳穴，看看有什么反应。哇！师傅，你看，他不是人，是妖。人妖？不，他已经变成尸妖了，人是他杀的。如果要维持现状，就要继续杀人。哎，我们应该去报警啊！赶快抓他呀！有什么证据？哎，用这支针，我在侦缉队长面前戳他的阳穴，不就行了？对啊，你以为侦缉队长像你师傅一样英明神武啊？我怀疑这件命案是懂得奇门遁甲的人做的，最可疑的人就是九叔。有任何发现，立刻通知我。师傅，怎么办呢？快闪！师傅，怎么办？先来个百宝汤，摆平那个尸妖。百宝汤？什么叫百宝汤？就是找一百种宝贝，放在水里面煮成汤，
哎，给那兔崽子喝，叫他虚不受补。错。啊，一定是你太虚了，自己想喝。啊，只要拿百宝汤浇那个兔崽子，他就会现形了。师傅，一百种宝贝哪里找啊？师傅，这些狗屎垃圾也算是宝贝啊？师傅，连狗屎都算了。哎，狗屎是肥料，你吃的每样菜都少不了用它来施肥，你说它是不是宝贝？对啊。我一共放了多少东西在里面？98种，对不对，师弟？对呀、啊，加上狗屎，刚好98种。干嘛？师傅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堪毁伤啊！伤了一次，也不在乎伤第二次。是是。身上泼。是呀，那你呢？没事看风景，有事我帮你。去呀！糟了，不够高，都哪里去了？有了，认得了血。鞋子你都会认错，认他的衣服吗？绿蛋。别出岔了啊！看清楚了再破，百宝汤就剩下渣子了。爹，我好难过啊！
爹，好难过。爹，大师兄，不用再说了，他作奸犯科，死有余辜。我们也是替天行道，除暴安良。哼，我又没有责怪过你们。师伯，回去。师兄，我们应该留在师伯身边，安慰他。你要留下，你留吧。啊。师傅，其实师伯很深明大义啊，连亲生儿子都杀，简直就是残忍。哎，师傅，我们的门规不可以生孩子吗？你这个人烦不烦你？师傅跟师伯几十年师兄弟都不知道他有个儿子，你说可不可以生？福上寺好熟啊，我们的生辰八字。师傅，我们就这吉祥啊。本来就是一副吉祥。啊，你们一人扛一个，拿着。啊，千万别掉了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有多远走多远，过了今天晚上，或者我们可以再续师徒之缘。过不了呢。师傅，您老人家保重啊。保重。你问我，我问谁呀、啊，于丹？他激温了，人家杀气关你屁事啊！我怎么办？跟我来。真笨。是吧？我不是叫你们有多远走多远的吗？已经走得够远的了。
师傅，你为我们这么辛苦，我们两个还是留下来陪你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好。反正你们到哪儿，那些东西就会跟你们到哪儿。不会这么快吧？喂，你看师傅的样子多镇定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师傅，那怎么办？你们自己看看。师傅，怎么办呢？我现在进去弄一点东西，你们先顶一阵子。一阵子是多久啊？就是一阵子嘛。师兄怕什么？你跟师傅多有把握。除了换条路吗？
怎么办？你们先顶一阵子。啊！哇塞，4000万两！哎，先开张期票，等他们收了丧尸再说嘛。操，真他妈真心！你说什么？操他妈，真他妈真心！去！哦，你说脏话。走光师傅，一下子就搞定了啊！搞得定才怪呢！快点准备。好。圈套，来，来，哎，你们两个干什么啊？啊，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啊，到了，到了，抓抓抓错了，放下来呀！是师傅，等一等，等一等，不要抓。闲事了，走开！警察，救命啊！师傅，秋生，秋生，引他到中间啊！兔崽子，出来！Thank you.
办法。那怎么办，师傅？算是你师兄吗？那你就放马过来吧。时间，林凤娇，我要你血债血还。啊！呀！师父，我知道，我还问你干什么？是是是，师傅，这次多亏了小绿，人家这么帮你，你怎么谢人家啊？哎，当然是以身相许啦。哎，啊，女孩子就是怕羞啊。他去哪儿啊？恭喜师傅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